关系，你一定要记得 the worst of the worst first mini PC。请问呢，最优秀的，而且拥有呢非常 ultimate technology。请问你只要认明了哪一家的 mini PC 啊？哪一家？哪一家？哪一家？这边朋友醒了吗 ？OK 吗？可以了哈，暖身 OK 了哈。好，这边朋友该你们了。所以呢，如果等一下会回答 ECS 的，请举手。骗人，真的吗？好，来手放下。会大声的、热情的回答 ECS 的，请挥挥手，看一下下，不然就等一下下一场再用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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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好，我要把这一袋都送出去了。哇，你看现在超爽的，看到没有？你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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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太爽了吧？哦，好，来，所以呢，你要说礼轻情意重，但这袋也太重了吧？请用的请举手，看一下下。好，那么呢，我要玩一个游戏哈，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我说 ECS， 你们就说 Liva 可以吗？我说 ECS， 你们说 Liva。 但是有没有真心觉得我们家的 Liva 呢很优秀，整个家族都神电级小高效能？请问有没有？所以当你哦觉得一个东西很棒的时候，一二三四五这五只手指头，你会比出哪一只？当你呢哈、哦、在那个 Facebook 上看有一个 comment， 你觉得很不错，你很喜欢的话，你会按一个什么东西？哎，对啊，就留着留着，就留着留着，好留着。我要把它呢，好、哦、挂上去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吗？受重力，好好，那就这样，好 OK 哈、哦，好，它都可以留下，你们应该也 OK 的。准备好的请举手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说 ECS， 你们要说。站什么啦？要说 Liva 啦，我都知道你们就讲。不能吵一哈！我说 ECS， 你们要说 Liva， 他说 Liva， 他说 Liva、哦。我觉得别人觉得在家里的主持人这样快崩溃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预备备，听听来，我跟你换。好了，我站这，嘿嘿嘿嘿嘿。哎，他比较不受控，交给你了。好，预备备。哦，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指法很漂亮，紫色头发很漂亮吗？还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大声一点。耳很背是不是？耳很背，耳背不是你吗？哦，耳背是你，两个都耳背，好好好。那所以你希望他们的音量可以达到多少？破表。破表，真的很贪心哎，要求走开啊！好好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那你觉得他的音量，你觉得要达到多少？你要示范一下吗？我觉得要示范，一个人示范，示范好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女神点名哦。这个不能绕口哦，哈！等一下送个礼物给他，好吧？好，来示范一下，预备备。ECS， 我都觉得麦克风要往后拉了 ，OK 哈？这样子当那个 standard 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好，所有的朋友准备好了，好，这个要破表的，想要拿到这一代就赶快朝破表前进，想要拿到这一代的呢，哈，就赶快朝着我们的这个，好，我们的。那个刚刚的音量前进，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哈。好，那准备哦，现场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我说 ECS 的时候，你要说。Yeah！ 我说。对，但是不要比错了，你要比哪一只？好好好，那不要再那不要再温了，不用再暖身了，预备备，预备。ECS。Yeah！所以不用在上坡，都都 come closer stay here， all right。 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这个呢 ECS 的 show girl 以及我们的 dancer， 好帮大家带给大家更多漂亮的画面。